第六课，同样我也是要介绍 alternative bass 的这个演奏曲的应用。那通常这种弹法就 alternative bass 都是用三个指头来弹，就是拇指、食指跟中指。那偶尔会用到无名指，只是辅助性的用，因为无名指是主要是负责第一弦，就是最下面这根弦。那偶尔我们会来不及，就是说来不及去用中指去负责两根弦，所以我们会用无名指帮忙一下啊。这个是也是常有的。那我现在来弹这个 Weeping Willow，也是一首很有名的乡村吉他的曲子。